这边是那种工位，外面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共享的，包括会议室啊，就是可以一起来用。这个社会每天都给你新鲜感，5年前的机会跟现在是完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还是需要一直跟着才能抓到这个机会吧。如果我在香港一直待下去，我肯定是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累积一些经验，然后升职。北京是因为它有很多人都来自不同城市，这个蛋糕店也是一步一步接触了不同的人，发现了一个机会。一开始是做网络上，后来我们也开了实体店。我觉得本身北京其实很开放的，很多有意思的创业，然后他们真的实现了。我觉得在内地其实做很多的事情都让人感觉好像离这个成功的目标要更近一些。北京的话人才济济，愿意去接受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我要做一件事情，托一些朋友介绍一下，可能就能认识到其他的一些更加愿意来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已经来10年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就算扎根在这个地方了。那如果说创业的话，我觉得很有机会，就是如果你能去尝试的话。